小狗子们，哎呀，吃奶吧！吃完奶之后，我们该回老家吃饭了。行，咱来个那啥吧，咱两条龙为哪同时进来？这样还是快，这样快是吧？他俩反正不打架，嗯，是吧？嗯，那让拉给最后吃，拉给最后吃。哎呦，这个小家伙去这个羊灰板，羊灰上了，他你凉快啊，这样。挤的。哎呦呦呦，来喽！挤回去了。就这样就行，就这样就行。行了，别打草惊蛇了，他们几个一会儿该动了，那你就实施你计划呗，怎么弄他呀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一会儿啊，咱们把这两条罗威纳、艾米、艾拉，同时的就让他们进来入喂这小狗。但是前提得一个一个的来，先安抚一个，然后再把那个弄进来，这样的。哎，别着急，找错了啊，行吧？我就先、你要是一个一个来，他正喂着奶奶，他突然进来，那就咱这两条狗同时进来，同时进来，那你再安排一个是一个，分档一个是一个，是吧？看看看看，你把这中间这板儿挪了。反正这个都带着这个彩色波圈呢，这倒没事儿，他俩一会儿卧倒了之后，咱们给他分开就行了。嗯，行。嗯，不够吃了就给阿米拿一个。行，来吧。咋就自己进去了？你喂你呢，各位各的，你别。阿米坐那儿去，坐那儿，坐底下。坐，对，完了，狗太多，不知道怎么做了。那也得安排安排。安拉上来，坐，阿米坐那也行。别玩了，吓死你了都。你上去，哎。你先坐这儿啊，别动啊。躺下，坐下。安拉坐这儿，对，别动啊，把你的小狗给你。那是人家。那是人家的，给。看这阵仗怎么样？这阵仗，呀，咬得挺结实。你先把它拉平就行，把艾米拉平，你就过去弄艾拉去。哎，对，这样。这行了吧？一个头朝正啊，俩都头朝正。哎，你这下不是你小狗，我也别穿鞋套了，赶紧。嗯，上去吧。哎，坐着，不许出去，来，回来。你别不用喂拉开的，人家拉开一会儿自己喂。你自己。把他腿往后拽，省得捉不开。你这样捉不开呀、啊！哎，完了，艾拉，你的孩子都跑人。还有个呢，还有个。给拉回来，还有俩呢，这才五个。你看人家大狗，人家五个都不够吃的了。人家五个都挤不开了，关键是。你别动。没事，艾拉，给你拿回来，你拿回来。别动，听话啊！你还乱，你在这跑了。他俩能共处一室，然后我们感到非常荣幸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我们也能节省一点力气，然后他们也能同时吃上奶。哎呀，有一个没吃着的啊，你艾拉那个。我知道，我刚拿回去那个，他自己拱着吃。拱底下的，要不就。这，上后头来。艾米，躺下，不许动。哎，就好了。行了。躺下。看你俩谁喂的快啊！一会儿检查小狗的肚子，看您喂得饱。哎呀，真好，这样真好。你躺下，艾米。躺下，别动啊。让艾米躺下，你一会儿轻了，一会儿轻。躺下，别动。你也躺下。哎，看人家艾拉，人家艾拉怎么不起啊？你不许动了。后头那小家伙，他就吃着又跑了。哪儿啊？后头那个啊，找着奶了吗？他在那吃着呢。啊，吃着呢。拿不下来。嗯。他在吸着小猪。嗯。别起来了。哎呀，真好。这多美啊！如果要是拉开，也像你俩这么听话的话啊。啊。那就美了。拉开跟他们倒没事。对，跟他们。跟艾拉没事，但是跟那个艾米不行。嗯。但是有一样啊。这有小狗的时候，我估计那个拉开不会那啥的。那也不行，那得预防着点吧。不会让着这个艾拉的。躺底下，别动。你看看，
它都下来了。嗯。小姐，安敏姐，喂完小狗了之后，咱让它出去啊。你多待一会儿。你再多待一会儿。嗯，艾米这五只吃得快。嗯，我估计这五只就得跑回去了。你看串不串桌吧？我给你们画一道仇恨汉界吧，啊。嗯。这不行。哎。好了。两家。各为各的，各吃各的。嗯、你得夹一个东西，这个板稍微的短那么那么一点点。哎呀，你给中间给它塞个钉，就叫暂时。别动，阿米，躺底下。没事，不是你的小狗。躺底下，躺底下。一拧就上去是吧？对，拧着缝儿。啊、嗯。哎呀，这样我们省大力气了。中午的时候你不知道都乱套了，喂的时候，喂完它牵出去，喂完它再牵出去。嗯。好了，就这样就行。躺下吧，呵呵，这小家伙吃饱了。其实吃了刚一个多小时，不是很饿。你吃饱了？你在这淘气啊？淘气！你看这样。哎呦妈呀！真陪你玩了，看没？这家伙，他陪你玩了，知道陪你玩了。嗯。你看他咬人家腿了。嗯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输了吧你！你看那样，哎呦，真的真的很高兴，你们能在一块儿很高兴。你躺底下，别动。这样多凉快呀，对不对？你也会哈哈啦？嗯，你也会哈哈啦？它的毛太滑了，嗖的就下去了。这样你们越狱也不怕。嗯。你看他这家爬得多快，嗯，利索了，很利索，一天一个样，刷一下就站起来就跑了，嗯，又抢去了给人家，嗯，底下底下，你上底下，你别抢人家的，你看他在抢，嗯，他知道往底下钻，七个小家伙。还是罗维娜稳定，嗯，这母性谁带谁的，你就是我帮你带也没事儿，嗯，你帮我带两天，带两天也没事儿，嗯嗯，现在阿米不能帮他带了，这几个五只小猪吃的多了，对，嗯，所以嘛，他那七只我都没拿过来，嗯、按来说给他拿过来溜六个对六个最好，嗯，你困了是咋的，完了，别管他，别管他。他们七个，这个艾拉的奶水目前是最好的时候。哎哎，那小狗故意咬他呢，还、哎。艾米知道。他也在咬艾米呢，真的是。嗯。艾米知道逗他玩了，你看吗？嗯。人家还拿头拿手捂着人家头，你啥意思、啊？哟，听小狗的声音。这小家伙，你很厉害，有脾气了。来不起，你这叫还发出声音来吓唬你妈，嗯，还羞你妈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咬，咬。给你拿回来，给你拿回来，哎，这样就行了。他不饶他，看见没？嗯。他撵着了，安妮在咬呢。吃的差不多了吧？行啊，你们给孩子清理一下卫生，然后就可以出去了啊。行不行？我看你俩也差不多了。走了，出去了。各回各家了。嗯，Lucky 该给孩子吃饭了。快走。
进去，喂你的孩子，喂你的孩子，人家都喂完了。坐下，拉开，坐下，拉开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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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你不用舔人家的。坐下，坐下，坐，坐，坐。哎呀，第三波啊！你看安娜的小罗伊娜，你看没？行行行，下去。你都吃饱了，你说你。这下省劲了啊，少跑一趟。对，少喂一波嘛，那就。嗯。呀，他们几个还玩着呢。嗯，吃饱了就玩一会儿。去去去去，找他们玩去。咋回事啊？哎呀。他听见这个吃奶的声音，他这十来个，他不乐意，不乐意，想出来吃。嗯，吃饱了，你们还吃啥呀？这小姿势站着多美。嗯。还往上扒了。暂时给拉黑配个这个垫子，就这样。明天应该下雨就凉快了。对，有的是睡觉，有的玩，嗯，有的是闹着玩，嗯，都有性格了，他这个。嗯，磨牙那个，我一伸手它就咬，咬的时候吧，它那个牙龈可能往外长牙呢。啊，它要是不长牙的情况下，它不会咬你的。嗯。喂完了。哎呀，拉开，不要那样舔啊，太湿了。哎呀，你看人家就光把这个屁股后边打扫干净就行了，它这倒好，整个的给你刷一遍。嗯。它有洁癖。嗯，下午这一会儿啊，这个活已经忙完了，三窝小狗已经都喂饱了，喂饱了。那爪子扒我干啥？今天我估计拉黑也饿了，咱们让他出去开始喂大狗了。行，嗯，好，走了，拉黑。